下不了床，吃这待遇，这那些年了没白养活。爸爸。哎。咋办？今儿个，我把你煮完了。我给煮完。你会煮啥？方便面。面都会煮方便面了，不过很欣慰。我那面的方便面你吃完啥了吧？嗯。去下去吧。青菜，还拿你好吃那丸子，你自己看着下吧。中。啊，去吧。脚咋了，来龙哥？崴了。下不了床了吗？下不了了，下不了我还想叫他给我煮下方便面吗？张敏。啊。去吧，赶紧弄吧。好。我也饿了。哎呀，有事儿。姐姐，那我问你姐，那毛巾给我拿一个，那辣椒的锅，我装点辣椒的，这个面，下来我想弄鸭呗，都是说的辣椒，好。下了面不让我吃嘞，好了吧嘞？好了。有没有成就感？有。下不了床，还有这待遇，这那些年了没白养活。我那还有卖，啊，我那还有卖，没了，吃完了吧？啊，你看这羊肉嘞，羊肉，我那还蒸完呢，没羊肉啊，羊肉给你完了吧？嗯，吃吧吃吧，涨完没？涨完，那羊肉串没涨完？涨不涨完呢？我都不用了，我老你会不会家里给我做完？会。
那个教你煎鸡蛋，煎荷包蛋。会呀。我教你煎荷包蛋，然后下到面里面，比这好吃。完弄好吃吧。嗯。别了，下来别。这些做的饭都香。嗯，吃的香暖和的。这俩做的饭还不赖，值得表扬。好吧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吧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再见。哇，看着好香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胖龙，今年115，传了个两人份的西安牛排，咱们算合同宴位。五十七块五的西安牛排，今天看能吃的怎么样？这天呢还是热得很呢啊！我看这吃西安的地方都是很暗的地方。朋友们，这边是自助水果沙拉，来点黄瓜、紫包菜和白包菜。这都不知道是啥，尝尝，看着比锅冻了。朋友们，马上我就变成一个绅士了，带有仪式感。爸爸，你身上喷了油了。不说话，咱现在用普通话说啊。朋友们，我要的是全熟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费力的，还是气冷的，反正是看着是好耐吃。哇，看着好香啊！看着不错哟。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酱，应该是黑胡椒酱吧。嗯，吃出是又嫩又香。买的牛排两股吃没有了，这牛排呀，带小口小口吃，品尝它的味道。这大口大口吃，别腻了。你讲话小口小口吃，别腻。咱们烫人呢。我加个速度了，加个速度干啥嘞？你爹妈吃完来了呗？外人吃完我也不吃一个。你别饿，还是冰会吃啊？啊？我正好放你包里。啥？我正好放你包里。啥？嗯，吃出浓浓来，有点上果冻。总体来说啊，吃出还是入手多汁的。这个牛的吃的比较嫩，比较滑，这个面亮，对于我来说有点小了啊，再多点都好了。好吧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吧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再见。